早啊！猜甲骨文，谁猜对这两个分别是什么字，奖励500块。谁先来啊？我。杨哥子来。四个点点就是驴蹄的蹄儿，蹄。这个是猫爪的爪，蹄爪。回答错误。来下一个。哇！辣条呢？你看，这一个是三个点，一个四个点，对吧？嗯。这个是奇数的奇，这个是偶数的偶。什么东西？回答错误，下一个。哇！来替你。漏的多，漏的少。一个是漏少，一个是汤少。有点意思啊，但是错，回答错误，下一个。哇！七七。忐忑。啊？啥？忐忑吗？什么玩意儿？你看啊，这个是四个点儿，然后在外边，这个是三个点在里边，然后这个是外，这个是里。哇，有点意思。回答错误，下一个。小朋友，不是这不就很简单吗？这一看，鱼学。回答错误，还有谁会啊？我。严肃来。里面有三个水儿，这个像不像一个勺子的勺？哦，这个是不是把那个勺子里面的漏出去了？所以这个是漏勺。啊，刚才不是有人说过了吗？来，回答错误，下一个。我知道。啊，大姐来。你看啊，这个是甲骨时候的下写文字人。还挺像。这个是在外边是拉的板屎，这个是它的水尿。回答正确，奖励500。